玩去吧去吧，我歇会儿啊。那孩子一感冒啊，一有病啊，真的当家长是最累的，对不对？你下去，你大爷的！你他妈脚丫子埋汰，你往我身上踩。再娘俩，还用不了多久，小花干不过铁蛋儿了，现在就干不过他了啊！不看新闻没看呢？啊，喝了好几剂中药，这咋回事？现在也不知道。啊，抽血也抽了，化验也化了，大夫给看了，人说是喉炎。啊，好几天了也不见好。哎，熬的都不行了，太困了。这小狗都烦人啊，天天锁巴他妈的事。哎，他妈也真扛锁巴啊，咋整的？没事。万万，那个球就在那往死里咬，非得给他破坏了，是不是？万万晚上不跟你吃饭啊，我让你咬球啊。铁蛋今天可没欺负他小姨啊，铁蛋今天可没欺负小姨。妈把我拍断了盆里的狗粮给吃了，正好一会儿不用喂了啊，一会儿不用喂狗粮，吃两口得了啊，知道吃饭就行了。哎，这万万一断奶，万万奶反正显得大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显得大了，没人裹了啊，没有小狗裹了，这奶现在有点胀起来，今天早上起来胀的老大，一看不行啊，这胀太厉害了，收不回去，这得乳腺炎。早上起来给小铁蛋也给他弄一块儿了啊，又吃了一顿，吃了一顿，这今天一白天又没吃着了啊，今天又一白天没吃着奶。那铁蛋在笼子里真叫呢，这一顿奶在笼子里真叫啊啊！想他妈想吃奶，小孩，你们都两个月了还吃奶，不吃不着不给吃奶叫。你看铁蛋俩月了呗，正好俩月。二宝回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快俩月了，可不咋的，都两个月了啊！今天咱们给断奶，老铁啊，不给铁蛋吃了。那现在瞅着铁蛋不比万万小特别多，老铁啊，是不是感觉不比万万小多少了？铁蛋会上上不去，太胖了，沙发太高了啊，那跑都费劲呢，上沙发。啊，在那搭点啊，前腿能上去，后腿上不去，太胖了，上不去。不能，不吃能干吗？不点偷摸吃。啊，没有机会偷摸吃。刚才那个盆里面有个大概一勺左右的狗粮，我下午领他们拍段子，把那倒的放那块忘收起来，刚才不让万万给造了，那相当于吃了一勺，应该是一勺左右的狗粮吧。啊，晚上万万不喂了啊，不让他吃了。
不让他吃了，他营养供不上啊，营身体营养供不上，他就不往奶里面分泌奶嘴了。这样的话，他奶瘦的能好一点。等这两天过去之后，肯定会掉膘啊，肯定会瘦。只要奶憋回去了啊，确保，感谢我小白家，确保不能得乳腺炎了啊，回头给他补一补啊，给咱问问，让他一个礼拜长。秤给它胀起来，行不了，行吧？别闹啊，挺大的。哎呦，我这牙真快！看了吧，现在能玩的啊，跟他妈也能闹一块去了，越来越硬实哈、啊，越来越硬实了，小铁蛋。感谢我小白姐啊，欢迎直播间所有老铁们啊。二宝来，过来，小伴儿来，过来，给我来，二宝来，过来，你宝呢？没看见，在这儿呢啊，你宝在这儿，啊，眼睛好利索了，这啊。现在淌眼泪淌的也少了啊，这白天就像这么玩儿剧烈运动，他来会儿风一吹啊，或者是眨眼睛眨的多了也会淌一些啊，像平常要是不是剧烈运动的情况下，平常小孩淌眼泪淌的很少了点儿嘛，啊，淌的少多了啊，之前吧淌眼泪是因为做完手术之后眼睛有炎症啊，眼睛有炎症，现在你看现在泪痕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轻了点儿吧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说比之前轻了感觉，那之前也两道泪痕可重，是不是？啊，主播，我看你晚上没睡好，可不没睡好呗？昨天晚上后半夜快两点了才睡，早上6点起来了，白天一天也没睡，那肯定没睡好，头两天也没睡觉。哎，买儿童水饺了，明天送到，过节吃饺子，行啊，过节给铁蛋吃饺子，是不是？二宝也可以吃饺子，小花也可以吃饺子，万万跟着蹭点得了，万万不能过生节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当妈了，呵呵，嗯，真快啊，大腕当妈妈了哈，大腕儿，虽然是当妈了，但是你看还跟小孩一样，愿意玩玩具，是不是？别让铁蛋欺负小花，没事啊，小花在玩球呢，玩球呢，让他玩吧，啊，随便玩，是不是？你家两只狗宝真可爱，俺们家4只狗宝了，行吗？啊，4个都是宝啊，小花，你别跟他闹去玩啊，你又打不过他，你那跟他闹什么玩？小铁蛋，你上一边去，跟你妈玩去，啊，你去跟你妈玩去。小胖子，一会儿咱给铁蛋喝奶啊，我们看看铁蛋第一回喝这个奶，他看咱们看看能不能喝，老铁，好不好？咱们看看能不能喝啊，因为他除了他妈的奶，别的奶他没喝过啊，咱们试试吧。铁蛋和小花打仗，我天天干啊，没有一天不打的。不知道玩哪个好了，玩具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小花敢欺负万万，惹不了铁蛋，不敢。跟铁蛋打，说实话，打10回没有9回输。小万万，你干啥呢？铁蛋今天一天没吃奶，一天早上吃了一顿。我今天早上起来，因为昨天一天没给他吃，一宿也没给他吃，一天一宿没吃吧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一看万万奶胀的可大了，啊，因为一天一宿没吃吧，他冷不丁一断奶，他肯定胀的比较厉害。啊，然后昨天晚上喂的少，好的，喂到多的话，那奶胀得更厉害。
我一看不行啊，这胀太厉害了，回头这别再得乳腺炎。小铁蛋，小铁蛋，他妈薅人皮！那个没招了，我把铁蛋他就给弄回他妈的那里了，哎，又让他吃了一顿，把奶抽干了之后，哎，挂了，给他弄出来。就早上吃了一顿，到现在再没吃过，啊，到现在再没吃。他家狗太多了，不好养。我们家狗说实话多是多，但是我感觉还挺好。相比较之下都算是挺听话的。啊，都算是挺听话。万万过来了，万万来，过来坐下来。坐下万万来，万万。万万过来了，坐下。好，不许动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别动啊。好，回笼子去，回去。万万回去了，万万回去了，回去。万万回去。万万回去。哎，你看听不听话了，姐吧，不让回真回去啊。好，阿宝过来了。啊，把你的玩具给我来。阿宝玩具给爸爸来。啊。哎，好，给我了是不是？好，这不能撇东西啊！只要一撇东西，那他仨必抢。你看那小花抢不过他一抢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吃过饭了，咱们啊，我吃过饭了。十点了，咱先领他们吃饭啊。旺旺过来了。爸爸回去了，把那个瓶子给我来。你不试着玩这种能被咬碎的东西啊！起来，阿宝过来了，阿宝回笼子，对，上里面玩去。小花回去了，见见小花了，小花回去，自己关门了，关门了，门关上。小花把门关上了，主人对狗慢声细语训斥有没有？哎呀，说人话了，我也不想温柔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大声也没有用啊，自己把嗓子喊劈了，最后人家还是不听你，没有啥用啊。他也不害怕我，我直播的时候更完了，知道？就是你这真犯啥错误了啊？你哪怕你往我他妈往嘴里拉粑粑，我跟你说，我也不能说真揍他们，对不对？不能往死里揍他们啊！所以他们直播的时候更肆无忌惮，啊，要是不直播的时候他们强一点。没有万万的盆儿啊，小花。好，别动啊，铁蛋呢？这些盆用给铁蛋用。好，别动啊。二米和万万是表姐妹关系，对，表姐妹啊，表姐和表妹儿。铁蛋不许吃啊，过来。先让他们吃饭一下吧啊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铁蛋儿的，看见吗，老铁们？看着狗粮，他不会说主动去吃去啊，他得等我，我让他坐下，他得坐下，对不对？来握个手来，大顺的，握个手，哎，看见了吗，老铁们？啊，现在会握手了啊，再握个手来，哎，握手握我，给我握我的手，握手，握我的手，握手，握手，那只了。握手了，握手，哎，好的，水儿啊，那，哎呀，教的东西可费劲了啊，二宝的，
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铁蛋儿来，坐下来 ，no， 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铁蛋儿来，坐下来，这个铁蛋子啊，啊，这个小花，你看小花现在跟铁蛋儿吃的一样多了，现在是不是啊？铁蛋聪明，好训练啊。现在还看不出来啊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得再养一养啊，三个月以后交上东西了就知道好不好，就知道好不好吃啊。我觉得吧，啊，够呛啊，啊，够呛啊，这小子怎么好学他四舅老爷了，是不是啊？坐起来，来，铁蛋来，坐起来，坐起，坐起来，来，坐起来，好，嗯，接。刚俩月就会俩技能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嗯，那呗。铁蛋吃什么？吃的是咱家的狗粮，老铁，狗粮里面的冻干，啊，狗粮里面的冻干，给铁蛋的，是吧？很愿意吃啊。以前一直没关注，新关注的，欢迎啊，感谢。老四呢？走错屋了啊！老四在自己家呢啊！咱们这是二迷糊的家庭啊！小铁蛋呢？回去吃，吃，还给大姨一把。No， 回去吃，一会儿还有奶喝啊，铁蛋。哎呀，正给他倒上水了呢，他俩分一下吧。二宝多吃点没事啊，铁蛋的，你给我坐下，我起来了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铁蛋儿，坐下来，坐下，别动啊，忍不住了啊，给他倒上水，不给他倒水，一会儿有奶喝。来勺狗粮，来点蛋黄，好了。都吃了，阿宝的小花的，好了，今天万万吃不了饭了啊！大家伙理解一下吧，万万今天给这铁蛋子断奶啊，给这铁蛋断奶，不能让万万吃了，行吗？啊，阿宝上那边去去，转过去吃，转过去吃阿宝的，阿宝上过去吃，转过去吃，哎，好，吃吧。你看，人万万懂事啊，人也不叫唤，发现了吗？是不是？人也不叫唤啊，挺好。大晚今晚上没晚饭了，不给他吃。唉，狗狗饿一顿它饿不坏，饿一天也没事，饿两天都没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咱心疼它，我今天晚上我给它吃，明天晚上给它吃，啊，回头得乳腺炎了，遭罪的是它，是不是老铁们？啊，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。必须得狠心啊！你看我媳妇儿给我儿子断奶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，啊，断奶那两天那胀的难受啊，疼啊，是吧？也不敢吃东西，一吃多了就胀，胀一吃越多胀越厉害，啊，就挤饭，啊，一个道理啊，老铁，一个道理啊，不用特意断奶，慢慢狗妈就不让吃了，那都吃俩月了，慢慢，啊，太胖了啊！我现在想给爸爸。给铁蛋断奶了以后吧，咱们让铁蛋自己吃狗粮，他就能活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估计也掉不了啥膘啊。然后万万这不现在被他肯定都掉了好几斤秤，掉了最起码掉三斤秤，是不是、啊？断奶了以后奶收去了，给咱万万增增肥啊，长长膘啊，保养一下身体，是不是老铁？啊，第一个吃完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它跟小花狗粮数量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勺一勺多啊，都是一勺多。因为小花现在剩大半盆的，啊，它吃完溜达玩去。这小花大多了，一会儿吃完之后让二宝和小花回去。二宝，你上那边照去照去，对，啊，你吃，嗯。让他俩先回去啊，我给他准备羊奶了，我看他喝不喝。
以前没喝过啊，咱不知道他能不能喝。我也想看他能不能喝这个奶。这是拆家去了啊。二宝过来了，二宝过来了。嗯，看人家吃饭呢啊，往我家眼巴巴瞅着，也不叫啊啊，挺好。这小花早在王二妈接了，啊，他得骂我宝贝儿祖宗，你们信不信？老姐，这让小花不让他吃饭，让人家吃。你万万你看多懂事啊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吃，你人也不叫，老老实实的，多好，懂事。花儿，你快点吃啊，就等你了。乖的让人心疼是不是？嗯，那边可不咋的，这么乖啊！没事，明天就能少吃点啊。这两天这三五天肯定是不能比平常吃的多啊，一天给个三勺两勺的狗粮就行了啊，足够他饿不坏就完事了啊。少吃对他有好处，吃多了啊，难受的是他。也估计咱也不少老铁的心疼吧，是不是？万吃了，不给他吃了啊！就让我给万万吃饭的时候就要得乳房炎了，铁子，你能替他不？你是不替不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铁子？啊，你现在奶，因为他不像说狗崽儿多啊，我这一排奶都被裹得挺大，他就两个奶头啊，被他裹得弄老大，剩下奶头都收回去了已经，啊，而且是最后面两个奶头，他血液循环吸收能力都不是特别好。所以说不给他吃了啊，刚才吃了这一勺的狗粮啊，咱盛狗粮的勺子平常万万不吃个四五勺嘛，今天他刚才自己吃了一勺狗粮。啊，刚才胸口袋正常，老铁们，狗狗之间在一块怎么可能没有个摩擦，是不是啊？非常正常啊。干啥呀？你上我这尿尿来了？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上我这尿尿来了？你上边去玩去。嗯，狗狗跟人亲，愿意蹭你。嗯，还有人说咱家二宝瘦了啊，瘦了吗？老铁们，咱家二宝，我觉得是一点都没瘦啊，身上多棒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怎么用？理解万万万良苦用心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本着一个原则，我不惯孩子，老铁们，真的，我不能说一点不惯啊，惯的少，是吧？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这会儿心疼的，吃没吃着饭？你回头真得病了的时候，那不是心不心疼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孩子遭不遭罪的问题了啊！饿一顿怎么也比那疼强，我说对吧，家人们啊？二宝玩的玩具有吗？想买没有啊？二宝玩玩具没有，你们自己上网上猜去。给我来，二宝来，二宝给我来，二宝给爸爸来，哎，给我，脱，啊，回笼子去，回去二宝来，二宝，回去了，对，嗯，玩吧，那小花回去了，小花回去了，那你回去之前你过来了。啊，我不说，现在没事没事，上一边去，给我上一边那哪去？人家不动，你也不动，起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呀，起来，咬我干什么？你起来，小臭狗，上来吭哧给我两口。不动，
喝啊，把子弹奶给他吃了啊，子弹喝了，过来花了，回去了，回去小花了，回来，哎，进去了。自己关门了，花的，关门了，小花，关门，关上门，关上门，快点关上，我给奖励，快点的，关门。哎，看关严了没有？关严了没有？啊，还得讲个条件啊，行。这一块吃的是不是我奶到这一块的，我家狗要是这么戳戳鸡啊，过来铁蛋的，喝吧，羊奶二姐啊，欢迎万万干爹啊！你打外孙喝奶奶呢？现在这块啊，铁娃吃饱还喝奶，是不是、啊？补充点营养，补充点营养啊！就是冷不丁断奶吧，这天天不喝奶了，我怕他抵抗力不好，喝点奶吧，一个是补钙效果比较好啊，再一个补充点营养啊，我不想让他变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当妈要说当妈遭罪，万万今晚连饭都没吃上。刚才姜妈吃了那一勺狗粮，嗯，要是当妈辛苦，是不是？以后啊，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老铁们啊，你像铁蛋过生日，咱必须啊，咱必须得给万万好好的啊补偿一下子，是不是？太辛苦了，啊，儿子生日，娘的难日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太狂了啊我看有点喝不动的意思，下回先喂奶后喂狗粮吧，是不是？你要不吃我就给别人吃了，给你大姨和你小姨吃了，嘚瑟去了，看到了吗？肯定喝不了吃那么多，吃了那个一勺半的狗粮啊，这个羊奶是一斤啊。刚才煮的时候，我开火了，我在旁边坐着看手机，看忘了，煮的有点时间有点长了啊，靠掉了二两，最少的这一斤羊奶，靠掉二两太稠了，估计是啊，你瞅着是不是色儿老深了？用奶泡狗粮也行啊，没吃过，我第一次喝羊奶，我怕它不喝，所以说单吃的狗粮。你今天咱试验一把，知道喝了，明天咱就，是不是、啊、可以跟狗粮跟羊奶就放一块儿就完事儿？我说对的了，姐们，嗯，给花喝点，不给花喝了，姐们啊，不给花喝，啊，一会儿给咱家二宝喝，万也不能给，万这玩意儿蛋白质含量太高了，给完万万之后，花哇后半夜奶又胀起来了。对不对？给二宝喝啊、嗯！二宝瘦了，需要补充一下啊体力了，行吗？啊，需要给他上上膘，是不是？啊，铁蛋你不吃了，你要不喝了，我就给你大姨了。啊，你不喝了，老爷给大姨了，喝吧，再喝点的，铁蛋来再喝点的。嗯，好，哎，你不喝那我给你大姨，带二宝出去吃就。二宝肯定喝了，对吧？啊，二宝肯定愿意喝，是不是？明天孩子们节日赶紧生活啊！明天除了万万都能过节，是不是？我也过个节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也过个儿童节啊！哎呀，真好啊！这半年又过去了，老铁，是不是？六一了，这2023年过去半年了。
小花又骂街了，小花又骂街了，因为没给他吃。我为啥没给他吃？我下午领小花拍断，他吃的太多了，老公吃太多了，不给他喝奶。还行，挺愿意喝哈。明儿买牛肉，姐，牛肉咱家不有吗？是不是？它有两块，我瞅着那一块应该是，啊，还有一块啊，还有一大块，那一大块不得五六斤呢。把那块儿回头，我明天不行，我给它缓上去，可别买了啊，姐，嗯，可别买了。五月没半年，明天六一了，不就半年了吗？对不对？从一月一号，从12月31号到6月1号，这不正好半年吗？六月份，对不对？你被小花师小花骂我呢，那可不骂我呢呗？那你看，啊，知恩图报，把玩具给爸玩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咱家二宝懂懂事啊，坐下，坐下，下下来，坐下，下下坐下来，哎，坐下。二宝，坐下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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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坐，坐下，哎，别动啊！二宝，你把那盆拿来，去，盆拿来 ，no， 男人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给我来，拿小花破垫子干什么？去把那盆拿来，对，盆拿来，二宝，二宝，给我来，把那盆拿来，去。盆拿来，盆儿，盆儿，盆儿，下来，下来。他是想拿啥就拿啥呀，把我帽子拿来，把盆儿拿来，盆儿，给我来，把盆儿拿来，下，盆儿，盆儿，盆儿，下来，盆儿那儿呢，二宝过来，盆儿，盆儿，对，拿过来。哎呦妈，你这费劲啊，过来，放地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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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。好了，那二宝那儿还有个盆的，把那个盆拿来，那个那个盆拿来，来拿过来，来，哎，给他俩落一块儿，来落一块儿，哎，好，坐下来啊，坐下来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吧，哎，乖乖的是吧？啊，行了啊，完了，他也要这个，啊，他也要这个，完了，给他淘气，我让他看看淘不淘气。看到了吗？啊，淘气啊！这两天我把这个垫子撤了，姐啊，小白姐在直播间是吧？我把这垫子撤了。这两天外面太热了啊，外面热啊。那这个点我现在穿这个，穿短袖了啊。你这二宝一跑回来吧，这个垫子啊，它是那种帆，就比帆布还要密的那种垫子啊，不透气啊。二宝铺这个吧，我感觉它有点热，我把它给撤掉了。我把它给撤掉了，因为狗狗对于狗来说通风比那啥要好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给撤了，下不下？下不下？啊，逃不逃？逃不逃？别误伤我啊！你们上一边闹去啊！你不许老咬人家，小狗这老咬人啊！你看它一下给人皮好，那狗牙跟他们跟针似的，要去咬人家。那夏天到了，把你的棉裤脱一脱不行吗？小铁蛋子，那穿大厚棉裤似的，你瞅瞅。那你坐盆里了。你能不能老实一会儿，铁蛋？能不能老实一会儿？啊，小臭狗啊！把那窝凉席不就可以给铁蛋用了？对，可以给铁蛋用了啊！这两，哎，因为他们仨都打不过，他体型在这儿了。啊，公狗拉布拉多，它体型肯定大啊。咱你说你们看吧，老铁们，咱家小铁蛋呢，应该是会比像老四啊，或者是土哥家的，华顿呢，
是不是啊？会比他们都吵都大，信不信老铁们啊？因为他的架子，他妈架子也是大架子狗啊，他爸也是大架子狗，他不带小的。而且你们自己看到了对吧？两个月长到24、5斤了，那不带小的啊，放心吧，这小玩意儿。你家小狗咋卖？咱小狗不卖铁的啊，咱们家狗不卖啊，就这一个不舍得卖，不卖了，咱自己留着。厉不厉害？我厉不厉害，老铁们？空手抓蚊子。哎呀，看看我阿宝吧。不许动啊，坐下吧，现在拿回来，给我来，来给爸爸来，脱，看了吗？啊，那表情相当认真了。一二三，三，三那边去。嗯，哎，必须抢！他俩就打起来啊！啊，我一说就打起来。二八介绍狗粮 ，OK 啊，老铁们啊，咱家一号链接这款狗粮是全犬种啊，是狗狗就能吃啊，不挑品种啊。咱家这么多品种的狗啊，八哥了、拉布拉多了，还有拉布拉派。是不是啊？大型犬、小型犬都可以吃啊，而且它不挑年龄，啊，小到一个月，像铁蛋这么大的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月、两个月的狗，大到啊，二宝、万万或者是老年犬啊，怀孕期、哺乳期的狗都可以吃，啊，狗粮含肉量是72%，啊，然后20%的冻干添加，适口性特别好啊，不吃包退有一定危险，家人啊，有需要狗粮的可以拍一单咱家狗粮啊。那20%冻干，它有五种啊，添加了五种冻干，分别是蛋黄啊，整颗大蛋黄啊，还有蛋黄粒啊，然后还有冻干生骨肉啊，还有冻干的鸡肉粒啊，还有冻干的鸡肝啊，适口性是嘎嘎嘎嘎好，这营养也非常全面，老铁。揍铁蛋呢，看到吗？啊，揍铁蛋呢啊！万万着急了，把万万放下啊！小花要楼了，啊，有没有感觉小花像要楼了？这么热吗，小花？啊，花的有这么热吗？我感觉这两天铁蛋好像胖了呢，老铁们。啊，有没有发觉？我感觉他胖了呢。
断奶之后吧，他吃狗粮吃的多，这两顿，这两天啊，一天我得干，我估计啊，小一斤狗粮啊，一天的那样的是吧？一天吃三顿，多点。起来，看着尿就往顶上踩，我这起来，哎呀，起来，人一擦尿你就过来捣乱，你这是滚，去一边去，滚，起来。不会擦尿他得过来给我捣乱，小臭狗。起来你。往屋里尿尿你。摆烂了。狗粮一袋吃多久，这个分你家狗狗体型写的啊。它体型大小的它吃的肯定是不一样。这个老铁啊，体型大小它吃的它也不一样啊，你万万一袋狗粮三天最多三天啊，那铁蛋的话一袋狗粮怎么也得吃十天八天的，是不是啊，吃了这八天也吃不上，现在不比他妈吃的少啊，你现在小花吃的就少嘛，一袋狗粮不得吃半个来月，对不对？这是老家狗，不是啊，是咱自己家的万万生。不是也是老爷家狗，万万不是老爷家出来吗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啊，万万生的，他叫万万啊，是三文家老大生的孩子。空调发热不住了，没事，老铁们，因为还没热到开空调的那个状态呢，老铁们，啊，还没热到那种地步呢。你们发现他们现在几个跑两会儿，跑一会儿也不是说特别厉害。谁说我没开空调？没有开空调的必要啊！你现在咱就穿个短袖，在屋里待着正好一点，觉不到热，这就挺好，对不对？等夏天真正热的时候，七月份以后，我们这上热的时候，怎么也得。六月中旬或者七月份左右啊，最热的事儿。等到八月份以后就开始降温了，我们这儿啊，白天可能还有热的时候，到晚上就凉快了。啊，在南方的老铁可能没来过东北的，可能说体会不到东北的这点好处，老铁们。夏天是真凉快啊，夏天是真凉快，是不是？南方老铁现在今天白天三十度以上的是不是有很多老铁们？啊，我们这白天20度，差了10度，你们知道差多少感觉？是不是？20度的水你用手一摸是凉的啊，30度的水你摸是温的，是吧？40度的水你摸有点烫手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铁子，差这么多。铁蛋不敢跟二宝玩啊，你二宝玩玩具的时候咬东西的时候，他过去就挨揍的份儿啊。小兔崽子他妈咬我沙发呢，不许咬沙发，我说沙发吗，花200块钱买的，不许咬沙发，不许咬沙发，听见了没有啊，那牙一咬一个洞，一咬一个洞，不许咬沙发，不许咬沙发，怎么这么犟呢这小狗啊，不许咬沙发，我说了不许咬沙发，就犟是不是，小铁蛋的，不许咬沙发，不许咬沙发啊，你咋那么犟呢，跟谁学的，你随贼了，他妈不咬沙发也咬凳子去，不许咬凳子，你看上来就一个大眼子，老铁们看上了没有啊，一口就咬个眼子，你能不能不咬，不破坏咱们家的公共财物，小铁蛋呐，没有，不许咬，服不服，you
我看我能不能制服你啊，给他能咬那玩具啥的一地他也不玩啊，就想咬点东西，你咬玩具咬够了没有挑战性啊，叼玩具行，咬玩具行啊，玩具你随便咬是不是、啊、娃娃过来了，娃娃回来了，娃娃娃娃你干啥呢，我过去了，那别在这闹了，来过来，来走，饿了是肯定饿呀，他晚上没吃饭啊、嗯、刚才他们去偷吃东西啊、嗯、想去偷吃东西的臭狗，饿了，我知道他饿了，老铁们啊，饿了咱也得挺着呀，是不是？断奶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必须得挺住了啊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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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溜达溜达去吧。过来来，给蛋蛋走，娃娃来，二宝来，二宝，你把那个玩具先给我来，先收起来了。二宝，把那个玩具先给爸爸来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都坐下来，坐下，你俩来，娃娃坐下，二宝过来，来给我来，走，铁蛋走了，来，小花走了，走，雨停了啊，两头出来溜达溜达，小花你说有点热。大到他家走了，铁蛋过来了，把辣抽出来，铁蛋走了，还卡吗家人们，好了，不卡了哈，不卡了就行。万宝师傅，电动吸奶器，走柳松道。买吸奶器没有意义，姐，你退了啊，你赶紧退了啊！这个我是。你是必须得退啊姐，没有意义啊，我要让他买吸奶器我就直接让铁蛋吸多好，对不对，奶胀起来我直接让铁蛋吸一口得了，对不对，所以说你把那东西退了啊，啊就是让他就饿一天，明天奶一下就收回去了啊，收回去之后明天就可以吃饭了啊，咱少喂一点就完事儿啊，只需要饿这一天啊，所以说不用心疼姐啊，不用心疼，你把吸奶器退了啊，现在肯定发不了货啊，买回来肯定用不上
啊、哦，他奶奶说哪天胀的，哎，一口胀的太厉害了，铁蛋上，是不是？那有自动的吸奶器，咱买什么电动的还得花钱。啊、嗯，对了，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啊，姐。啊，疯了，小花疯了，疯了，老刘，小花疯了，啊，小花疯了啊，小花疯了，老刘，看来自己跑了，自己玩嗨了。爸爸，你给我回来了，你要离家出走啊？碰上啥了？啊，碰上啥了？饿着不好受啊，只有饿一天没事啊，那二宝曾经饿一个礼拜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为了让他断奶啊。那天你看那天遛狗的时候还碰上妥哥了啊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就快断奶了，断奶的时候你这那两天谁少给一点啊，然后给他停食一天啊，只要这一停一天以后他营养供不上啊，他机体就会发生变化啊，奶一收回去的时候你正常第二天就可以喂了。啊，但是喂啊也少喂一点，别让奶胀太厉害。啊，把那个退了姐啊。那个没有，确实没有啥必要了，怎么是不是啊？买吸奶器。啊，咱胀起来了，我就让铁蛋吸两口就完事儿。啊，把它堵的地方、胀的地方给它吸出来就完事儿了。对不对？他那比电动吸奶器可有劲儿多了。你像我媳妇儿当时生我儿子的时候，那吸奶器手动电动哐哐买一堆，啊、嗯，一下花好几百，买完之后用一回两回的不用了，往家里一扔不用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啊，感觉好像是挺有用，其实用不上，老铁啊、嗯，孩子能吃让孩子吃就行，实在不行我给他管，行，撒个流氓。刚才咋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刚才他们这块也没有啥人呢，也没有啥动物，那吓一跳，那么黑怕黑可能是他们。哎呀，拉臭臭。那万万肚子里有点存货，老铁们。啊、嗯，有点存货，那两天加一块没有之前一天吃的东西多，哎，嗯，再让人呢有是不是？这地方挺吓人，不吓人了，铁吗？这就是一个大道，啊、嗯，大道上都有路灯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灯火通明，多好。回来，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小花二宝回来了，回来。小花二宝回来，走了。二宝呢？二宝在这儿呢，嗯，二宝在这儿呢，二宝都没看着你。那小孙子卖吗？不卖哈，行了，咱自己留着。确实感觉能给我带来好运啊，咱小铁蛋。他自从来了之后，你别管出了几个段子，啊啊，别管能不能上热门，最起码我感觉我现在。啊，心态也好，还是各方面有起色了啊，好多了，凉快凉快，外面凉快，屋里闷呢，下雨。一个金贵人，哎呀，跟你说，咱家这四个都行。我现在就把他们领出去遛狗啊！一碰着有喜欢狗的呀，过来稀罕稀罕他们，我都老自豪了啊！我回回我都得问，哎，怎么样，伺候的好不好？他们几个长得带不带劲，我都得问。啊，就感觉把他们整的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啊，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开心啊，特别特别特别有成就感。
铁蛋腿不长，就长肉，也长腿啊，腿变高了，现在已经比小花哥高了，比小花高了现在。都喜欢养多好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你这小车哥，小车哥，他出生是那么大点啊，现在你瞅瞅胖，啊，这大脑瓜子，对，咬你自己肉了。你过来，来过来，铁蛋来。小华你揍他没事啊，你就揍他就完了。小华回来了，小华吓跑了。花回来了，小花过来，小花过来。玩捉迷藏啊，行，嗯，我看行，那他们四个不行了，铁们啊，四个找我那太好找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光铁蛋找我那就好玩了啊，咱之前不玩过吗，老铁们？是不是？之前玩过，啊，找不着我了，着急了。你们想看吗？咱逗逗铁蛋啊，想不想看？要想看的我就逗逗铁蛋，我把他们仨大的先关屋里去啊。给他们仨大关过去，然后我领铁蛋玩一圈去，然后看他能不能跟我，他只要不跟我我就藏起来，看他能不能找我啊。二宝先回去了，哎，进去了，爸爸，二宝倒点水，爸爸回去了，二宝进去了，进去二宝了，二宝进去了，铁蛋呢，你娘俩出来，二宝回来了，进去了，哎，小花过来，来回去了，小花来，小花回去了，回去，对，进去了，忘了关门啊， OK 啊，忘了懂事，上来就把门关了啊，忘了回去了，进去啊，铁蛋来跟老爷走了啊，老铁我跟铁蛋玩个捉迷藏啊，我看铁蛋知不知道找我，走了，铁蛋来，走大哥，你走啊，你赖地下不行，走走，铁蛋走走走，跟老爷走走走啊，玩去，走，老爷领你玩去，走，潇洒去啊，咱俩上 KTV， 走，铁蛋走走，铁蛋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啊，铁蛋走了，铁蛋走了，走走，铁蛋走走走了，铁蛋，哎呦我这小懒蛋儿，老铁们，这小懒狗怎么这么懒呢，老铁们啊，走走走，铁蛋上，哎，好，走啊，一会儿我藏起来，我看铁蛋能不能找我，老铁们啊，行，跟我走啊，挺好，咱们看看铁蛋能不能找我啊，好，我绕这个车后，让他找不着我。我操，跑得还挺快，甩不下去了啊，甩不掉。啊，我看还跟不跟我了。啊，你平常不是这性格啊，铁蛋啊，啊，要是喊你都喊不动啊，怎么？你看，我走到哪跟到哪啊，小车哥。是不是啊，那就跟着我走啊，我跑两步看能不能撵上。哎呀，没跟啊，没跟，咱们家家藏树后面，看他知不知道找我啊，现在大道边缘啊，因为再往大道里走我就得喊他了。
去找我去了，老铁们。走了，没找着。还尿不尿？这怎么回事？还尿不尿？找不着我了，看知不知道回家，老铁们啊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自己回去了。好了，咱上个前面啊，我看他是不是能回家找我。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小铁蛋不白疼啊，老铁们。啊，看不着我，知道找我呀。回去了，看到了吗？回去了。哎，坐家门口等着呢，看着了吗，老铁们？啊，也不傻哦，哎，知道坐家门口等着啊，多好玩啊，就冲着家门口坐着。这边大道上走过去，老铁们，我就当一个路人啊，当一个路人，我绕他身后，我看他知不知道，看着我是什么反应，老铁们。他远处这么远，估计他看不清我。挺好玩，老铁们，看，给他守着呢，坐那块老老实实不动呢，看到了吗，老铁们？啊，看到了吗？老老实实不动的啊，他肯定没看出来是我，是不是？看哪被跑丢了？这么多人瞅，能让他丢了吗？啊，他看不着我，但是我能看着他。等我呢。有点懵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姥爷那我哪去了？啊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，老铁们？人家就跟他等着啊。咱们看，等一下会儿他能不能去玩去了，是吧？能不能走啊？啊，看能不能走。呀，走了，呀，走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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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趴下了，心可大了，累了。啊。是大哥，是不会要睡着了吧？啊，不会是要睡着了吧？他听不见我说话，老铁们啊！我说话声音比较小，呀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去，对不起，撵了去啊。
跟着他，那看他跑哪去了，他又找我去了，老铁，他又找他姥爷去了啊！真的，我老开心了啊！他这就找他姥爷去了，看到了吗？他就找他姥爷去了。哎呀，我刚才我记得我姥爷怎么跑那儿去了，还在那懵逼呢。小铁蛋还在那懵逼呢啊！看到吗？那去找去了。别把铁蛋整丢了，我能把他整丢了，铁，我盯着他呢，我在，他在明，我在暗，我还能把他弄丢了，我心里多大了，是不是？我一喊他，他就能定住。啊！看着过去个人，你们能看着吗？呢？镜头上抱着我能看着，没事啊。你们用屏幕看不清，赶紧隔得远。其实我离得很近，到现在我离他也就是七八米远，我离他也就七八米远。他现在盯着我这头看呢，我不知道他看不看着我。懵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委屈了，是不是啊？找不着老爷了，啊？瞎跑不？啊、嗯，不跟猪老爷了，走丢了吧？害不害怕？害不害怕？嗯，害怕不？小臭狗，你这玩意还跑，吓不吓跑了？嗯，你说你那块有个破塑料袋子，就把你给吸引了，老爷跑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是吗？是不是？紧张了？嗯，生气了？不想搭理老爷了？你小样的，走吧，回家。赶紧跑！这个看着了吗？这边可得跟紧他了，跟紧他姥爷了啊！这边一步也不能离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对了啊，走吧！哎，往后倒倒来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这边可得跟紧姥爷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好了，走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养狗的乐趣，老铁们，它跟人有感情，对不对？啊，它离了你真不行，家人们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他离了你，他是真受不了，老铁们啊！你看我走到哪，他跟到哪，是不是、啊？你看，哎呀，得赶紧跑啊！啊，得一溜小跑啊！这回可怕，把老爷弄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铁蛋，哎，坐下来，坐下，铁蛋来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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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啊，想老爷没有？啊，铁蛋，想老爷了没有？啊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你别动啊！你不老实，你这小臭狗，坐下来，你想不想老爷？啊？你在这儿歇了，不白疼啊，不白疼，张大顺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这回笑了。刚才我跟你说啊，他第一刚找着我那时候，他肯定委屈了，信不信？他刚找着我的时候肯定委屈了啊！谁叫呢？叫什么？干啥呀？还挺淡定哈、啊，老铁们，啊，人家第一次，老铁们，刚开始找不着我的时候，人上那块，他最后在看着我的位置去找了一圈，啊，一看没找着，然后人家呼呼呼就回来了啊，就在门口坐着等我，等了半天，一看，哎呀，我姥爷怎么还不回来？是不是走丢了呀？人又回刚才最后看着我的地方啊，又回去找了一圈。啊，最后说有点绷不住了啊，有点绷不住了，啊，之后我说实话，我在树底下树旁边藏着吧，但是我大半拉身上都在外面，他能看着我，啊，离得还近，我这一说话，他可能是听到声啊，然后往我这边来，刚开始他不太确定，到后期越走越近，确定是我，但是刚看着我的第一眼，老铁们，
他绝对是委屈了，老铁们。刚看着我的时候，他绝对是委屈了，老铁们。绝对是委屈了啊！然后看上一小会儿之后，哎，乐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在这儿稀罕了啊！不白，真不白一点。哎呀，多好玩啊，铁蛋！累了啊，委屈了，委屈了。过来，铁蛋他们，老爷给你拿个盒子尝尝吃啊。过来了，坐下来，坐下，哎，别动啊！老委屈了，是不是？能感觉出来，是不是？过来，大大来，起来，嗯，老爷给点好吃的啊，坐下来，好，握个手，握手，握个手吧，哎，好，哎，那只，哎。我抬起来那只，不给，哎，好，哎，好宝啊，啊，给，再吃个火腿肠，啊，家人们有需要火腿肠，你们也可以拍单咱家的火腿肠，啊，14.9啊，14.9，这一大包老铁，啊，这一大包，啊，里面大概有60根左右火腿肠，啊，14.9给你包邮到家，家人们啊。你开个讲解，有需要就拍啊！家里有毛孩子的老铁们，猫狗都能吃啊！给咱家狗啊，给咱猫拍一单试一试。平常遛狗的时候啊，当个小零食啊，给狗当个奖励都可以啊。嗯，来、啊、抱抱它啊！不用抱老铁们啊，不用抱，太大了，有点抱不动了。24.5斤了。看到了吗？还挺愿意吃啊！玩去吧，走吧，玩去吧。嗯，来掉一小块来，你再吃。说爬就爬，累了这是啊。好了，家人们啊，今天直播咱就到这儿了啊，然后直播就到这里了，然后差不多了，我就下播了啊。感谢万万干爹，感谢我小白姐啊，还有若雨姐、文雅姐、双胞胎外婆、晨光如梦、乌蒙蒙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啊！我不嫌大，我能抱懂啊，但是你抱不着啊，铁子是不是？多可惜啊！老铁们，下播了，下播了啊！感谢大家，感谢双胞胎外婆啊，谢谢啊！咱们明天见，家人啊！大家伙早点休息啊！我得回家啊，回家看看好大哥怎么样了啊！要是不行的话，可能一会儿还得领上医院啊！所以说今天早点下啊，大家伙早点休息，拜拜，咱们明天见啊！跟大家伙再见吧，铁蛋啊，再见，跟大家伙再见。好，听不懂啊，听不懂啥意思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拜拜，家人们啊，挂了。